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曼德勒的翡翠胶玩市场，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市场上有没有什么新料子，好吧？看一下市场上有没有什么新料子。手中拿着一个达摩坎的料子，他在想在做什么。这些都是比较便宜的翡翠，就是缅甸人做的旅游用品、旅游品，专门供游客购买的这些旅游用品。这些是专门供游客购买的，那些都是一些旅游纪念品，这是一些宝石，卖宝石的，还有一些带证书的墨骨的，这是一些墨骨的宝石。看这些小糖果，这是宝石的原矿，看一下，这是蓝宝石，海蓝宝的原矿石。海蓝宝石吗？对，海蓝宝石的原矿石。粉蓝宝的原矿石，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，放大了看一下，这些都是不太好的，我们肉眼都能看到有一些包裹体，很大的很明显的包裹体，都不是太好的。有没有好一点的？好一点的有没有，老板？啊，好一点，他说这个是好一点的。蓝宝吗？这些包裹体很明显了，这些包裹体都很明显了，都是品质不太高的。一克拉一千缅币啊，一克拉一千缅币吗？他说是一克拉一千缅币，你看在自然光下，这些宝石商人都是他们自己挖洞子挖的，他们拿出来卖，家人们挖的，他们自己拿出来卖。看他拿什么宝贝？蓝宝、红宝。青花。他拿出了两颗蓝宝、红宝，所谓的蓝宝、红宝，这种级别不太好啊。这蓝宝是多少钱？蓝宝呢？啊。蓝宝是多少钱？一百万。他说这颗蓝宝石一百万，我们看一下。青花好的。嗯。裂还是有，有很多裂。这颗蓝宝石一百万。这个蓝宝石一百万。但是说，它的整个表现，我们看一下。拿到背光的地方，它就发暗了，拿到背光的地方有点发暗了，所以说它品质还是差了一点，品质还是差了一点啊。看一下，黄水晶，有证书的，有证书的黄水晶。紫水晶，这些都是墨骨的吗？墨骨啊，墨骨的紫水晶，有证书的。这多少钱一颗？一克拉四千缅币。四千缅币一克拉。这都是墨骨的。四千缅币的话，折合人民币就是。
4624，4624，30克拉，30人民币一克拉。这种折合人民币的话，就是30人民币一克拉了，还是很便宜的，30人民币一克拉。紫水晶，这一盘整体拿起来很漂亮的，很漂亮的紫水晶，乐谷紫水晶。啊，这是他打磨出来的海蓝宝。海蓝宝，海蓝宝，这打磨出来的海蓝宝。一克拉15000缅币，打磨出来的海蓝宝。好，杰斯杯，杰斯杯。今天现在人很多了，现在人很多了，有点走不动了，人都堆在一起了，人都堆在一起了。这里色料比较多，这里色料比较多，看颜色的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亮点，看看这堆料子里有没有什么亮点。没有什么亮点。按切来说，这个料子也没切整，这个色料还是颜色很多的，这个料子还是颜色很多的。多少钱这三片？一个我们叫5000万，叫价5000万。嗯，啊，斤斤价多少？斤斤不唠了，1500块钱，1600，斤斤价1600万。那是裂太多了，裂太多了。裂太多了。这个买手镯，手镯可以。500万以下谈不谈？500万以下谈不谈？500万以下谈不谈？以前给过了，不得。不得。他没有，没有手镯呀。手镯有呢。没有手镯呀。手镯可以呢，还有土呢，这边呀。嗯。我做点珠子还可以，以前给也不可以，做珠子还可以，手镯没有了，手镯没有了，做珠子还可以。做点珠子还可以，只能做珠子了。这个有水灯，这边有水灯呢，翻过来我看一眼，把它翻过来。嗯，这个料子切垮了，没切整啊。颜色比较浅，准备还不够。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。嗯。那不来。
六十杯。2500门票。2500的门票，入场费2500。市场上依旧人还是那么多，全是人。看一下，嗯，市场上依旧人那么多，还是那么多人。比较聪明的Hello， 阿元师傅早。Hello。